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。在 1.20 更新之后呢，我们的进度 Java 版的进度哦，来到了110个哦。可是有些人永远觉得啊，110个好少哦，我想要更多的进度，行不行？行，没问题哦。今天秋风推荐给大家这个资料包、指令包哦，一口气把进度扩增10倍，来到1099个，几乎将近十倍了哈。这一个指令包呢，就叫做这个《烈焰与洞窟的冒险成就》。这里哦，目前只看得到3个哦。好啦，直接打指令让大家看一下。好了，指令打下去，获得所有成就 ，Enter！ 哎呦呦，我怎么吐出这么多东西啊？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哦！开始冒出来了，全部奔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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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啦！看一下有多少个哦，那个。没有在唬烂大家啦，成就就是这么多个啦。然后很多的，顺便说一下哦，那个你装这一个指令包，并不影响你的原版结那个原版的成就进度哦，所以还是可以。这里传成奇传成就传奇，完成所有的成就，也就是所有的进度啊，199个哦。这里有一大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啦，红石啊，那个合成一个，有些就是很简单啦，合成红石火把啊，延缓那个做出一个这个红石中继器啊，这些都蛮简单的啦，有些就会比较复杂一点哦。后面就有这种哦，超级挑战，像这个就是原版的嘛，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？都被这个进度列表挡住了，这个进度列表会跑很久啦。然后打开所有种类的战利品箱啊，同时召唤10个凋零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凋零大战，中介龙大战凋零，哎呦，完美剧本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30秒内召唤凋零怪和一场突袭，并无伤，哎呦，中介龙并无伤解决他们，这个果然是。变态的成就有没有？古神，每一种生态系和每一种不同的村民交易，哇！终极附魔师，拿到所有种类及所有等级的附魔武器，哦，用3叉戟猎杀所有地狱生物，哇、哦！好，感觉好像很有趣哎。什么调查专武，用化远镜杀死一只僵尸。就一直敲就对了啦，这里有一个这个烂透了，10秒内12次，烂透了，10秒内12次，这个用摔的应该最有机会了嘛。其他的还有什么农牧业哦，在这边都有看到了，可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哦。附魔师啦，地狱的也有稍微的改过了啦。那个这些是原版嘛，收集一组岩浆球就不是了哦。它有很多的东西都有扩增，然后采矿也有。哇哦哇哦哇哦！用望远镜凝视超过50格的蝙蝠，哎呦，这感觉没有很容易耶，没有很容易。这个获得钻石，后面就千锤百炼，用坏一只钻石镐。如果太早附上什么那个效不是修补，那就坏不了修安息吧狗狗。这里还有什么？你作弊，你不会想解锁这成就的。你作弊，骑马50公里，游泳50公里，骑猪10公里，闪电麦昆，环球铁道系统，哇哦！真的是哇，中介的也多了很多耗尽翘翅的耐久，还有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什么？还有我刚才好像看到万有引力，是不是？收集16种的介符盒，这里的魔药也有酿造药水也独立出来了。哎呦，果然不一样有没有？那跑了超久，1000多个，
应该大大扩增你玩麦块的其他可能性哦。这个是在原版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这些进度了哦。如果你想要中文化的话呢，资源包，对，这一个资源包它也有中文化啦，对，繁体中文、简体中文都有哦，都在这个资源包里面，已经进化到 1.20。刚刚大家在看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，其实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 1.20 的成就啦。好，1.20 的成就像是这里哦，找到锻造模板，发现这些锻造模板，然后打上天真花纹嘛，这些都有哦，所有装饰材料都要用到哎，哇哦，都有新增不少哦，还有一些就是彩蛋的嘛，这里都是彩蛋的哎，让动物发展过来，我想要吐司。这个是彩蛋的啦，还有什么东西？交易大师这边都有了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哦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连结呢，秋风就放在底下说明栏哦，大家可以参考下载哦。那个装指令包、资源包这些还要交吗？应该大家都会了吧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哎，跑到我。整个影片都讲完了，那1000个还没跑完呢，跑太久了吧。